意的实现。对，我其实今天台湾灯会在已经到了一半，还有剩下一周的时间到3月6号。那么昨天爆量，那今天希望开灯到12点，让大家疏运的时间可以长一点。那车子很多，但是可以很顺利哦。虽然有点塞车，大家留一个愿望，慢慢来品尝。那我也希望这个机场捷运就在青埔站这边能够今年通车，好不好？好。在市长讲出生日愿望同时，告诉大家先倒数10秒钟的时间，我们的主灯秀以及我们今天的生日烟火秀即将会热情的在大家眼前一起来登场了。邀请在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以及我们所有寿星，还有市长阿桃仁哥，我们一起将您的目光引导在我们今年26公尺历年来最大的主灯的面前。待会我们要一起来见证这4年来历史的一刻。现场的朋友们，也邀请你们，如果手上有您的荧光棒，或者是有你手上有您的相机，我们大家预备好，待会呢这一场生日烟火秀，希望让大家都能够一起在这烟火的陪同之下，一起来陪同。3、2、1，报告大王，你看。今晚桃园高铁站前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西里，全球知名的台湾灯会首度在国门之中桃园市举办，而且桃园有多元的美景与美食，白天可畅游23家产业文化馆，体验 MIT 特色产业，夜晚大家就来台湾灯会欣赏美丽的花灯。报告大王，那我要赶快拍下现场漂亮的花灯照片，用中华电信的4G宽屏服务上传打卡，分享给我们在花果山水帘洞的朋友们，同时提醒他们请跨 MOD 电视转播。去年交通部观光局创下1000万来台旅客佳绩，今年台湾灯会由我身怀72变绝技的齐天大圣领军，绝对让大家目不暇接，赞不绝口。接下来，请欣赏璀璨亮丽、红运齐天主灯秀。
很高兴你有这么多朋友帮你过生日，你要好好珍惜他们，珍惜每一个对你好的人。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有一个人过生日，没有关系，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而且你还有我。祝你生日。Thank you.
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喜欢刚才为大家所预备的229生日烟火以及主灯秀，在这里也再一次代表我们桃园市政府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谢谢市长，也祝福所有的寿星朋友们大家生日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再一次邀